convincing mid game. We'll close this one out. EVOS will be eliminated from playoff contention. Một đất mục tiêu của vài tốc bóng của em đã hết rồi nên ngày mai em sẽ trả thù Fnatic để không để thua. Rotso, the hero of Fnatic, will steal their number two. The undefeated find defeat and Fnatic serve it up. Quadra kill for Uzi, 8-0-3. Royal never give up, 2-0 on the day. A single turret of the Nexus staying between Liquid and staying alive. Elder Chris. And a kill comes through and Liquid stays alive. The last day could go one of two ways. You know, we could completely flop or we could play out of our minds. 虽然说我们输了两场，不过最后一天的比赛我们还是会全力以赴。昨天可以说是就是最难的一天比赛，知道吧？因为打 FW 跟 KZ 嘛。 相信在最后一天的比赛日里面，也是可以继续获得连胜的。Uzi with an expert dodge to get away. Uzi was so good there, using his ultimate dodge to skill shot. 남아있는 시간 동안 제 품도 다 끌어올리면서 나머지 경기 다 좋게 마무리하고 싶어. All of my teammates have tried exceptionally hard to make it to Paris, and I have no intention of letting them down.直接放弃，那势力一个双十到了极远的地方，在下路的位置是被留住的UZI，点燃跟着走，搭配了一个爆炸射击，连到靠着中路的吸金院吸到了四等，有机会来打了。我在上路大喝一个冲撞，是打残了雷米，雷米还有一颗橘子可以稍微回补。我这里还在追，麻香锅其实只有三等，闪现过去要一套秒小五，小五直接叫闪现拉开之后，马上哥进场 ，CD 直接打出了，他偷了一个巨有P buff，再偷了一个腰带。 这怎么打？你靠快打！我用一个捡一个光盾，我直接拉到往前流回，雷兹有点危险，不过小五开启光盾加速往前追，只要补点点，没有点掉牌。我这里已经被绕背了，但其实我这里没坐车，安居也是已经有一个资讯，前面直接卖掉雷米反头跑，麻香锅也是往后一跳，两边哇最遥远的一边跑南，一边跑北，直接控在塔下的。 直接暴走，但可惜的是无等啊。对，无等啊，很可惜。这边其实原本他是想要打一个比较进攻的攻势，但就是因为对方直接两个人过来，他就选择直接卖掉雷米，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刚刚就是一开始的沟通是雷米，我帮你 get 这个下了，除了是船长大绝之外，可能也是一警的一个眼泪吗？没有，他推的很快啊，没有，他没有，好像没有。哇，而且大绝伤害不怎么够的，两边比拼，最后速度看一下谁的快，谁的快，哇，大陆快啊，我的天啊！ 有助于 RNG 接下来的5分钟之内，其实会有一个很好的转线赢命的套路。哇，前面以为谈15分钟就要来20分钟才要进攻，这是15分钟进攻，而且小虎的进场，一个星辉反转将塔里克打倒在地，往下再去利用扎克开一波，哇，又睡到了，这个过来 Q 技能没中，Slay直接往前跳，劈出小虎，闪电跟闪撞墙，哇，后续的一个失能血光是没有，对，但下一波用 P 就没有大绝喽，下这一波还是可以开，可以大绝，想要撞扎克没问题，扎克被撞断，不过前面的伤害有一点差距的。这沟通好像塔里克已经融化，也丢在前面，没有人可以阻挡。想要收小虎的窝洞，追了许久并没有成功，追到，哇，我觉得最后这摧残娜也是被伊泽瑞尔直接带走。对，大家可能要看一下 replay， 因为好像刚EVOS的战场直接分成两边了，而且刚其实炮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操作，伽马加需要追，窝洞有点危险啊，一个大绝。 格雷夫在后面，这位置他也有点危险了。我这个好像泰勒哥敲过去，不过 UZI 是已经顺势要杀了，直接进去被烟雾弹给罩住，但没有关系，你进到。
了烟雾弹的一个视角范围内，可能会直接变得非常大。这边其实以这边开起来 ，EVOS 算是开得很好，因为厄尔是直接徒步走过来作为开战。这边雷米就算 TP 来，不会有什么太大效果。但关键在于小炮，其实这边直接把伊泽推到格雷夫面前，但格雷夫其实整个注意力都直接放在左边。如果他第一时间把伤害直接灌在 Uli 身上 ，Uli 可能是会倒的。但在 Uli 后面的操作上面就是非常看。不过基本出战现在已经是成神了。哇，只要闪现撞，这太浮夸了，你太讨厌了。太讨厌小狗的反战，用走位躲掉了斯能炫光，跟对面打 play， 队友已经赶了过来，不过龙真武的后面的贯穿还是把小狗给秒掉了，疯狂直接跳进去一直硬点。对，三十五分钟后的团战结束很好处理，不过扎克这时候说开就开，暴走了就是一个塔里克，不过塔里克无敌已经下来 ，RNG 在等这个大决结束之后 ，UZ 往前一点，跟队友扎克也是二次进场，摇流人，哇，格雷夫队友在前面已经被卖了，哇，又睡一个，然后直接左打巴龙，这速度还行，又有一条地龙关。不过 EVOS 已经四人夹到了巴龙的洞口，开始包抄对面。阿成国拉了一个弓，往前一个 Q 技能，先拉到二，不过被二的一技能直接冲断。火种还想跑，船长大姐跟着下，所以躲掉了一个纯粹风雨，不过还是陷入危险，开了一个自天使之上的盾，还是承受不住 UZI 的爆发伤害啊！ Stark 在前面也要赶紧撤退，不过 UZI 已经打成神了。架着卡巴顿，金德恩布刷着扛着打就冲到别人的家中，不断的连点，睡着的一个 slay， 他也不让他活，继续的击杀，继续的进攻，把人头再拿了下来。多人技能留在了上路线中间的位置，直接被抓掉。对，这边 EVOS 觉得说巴龙没了，哇，你们有检查吧？他们应该会退了吧？结果，这边 EVOS 在撤退的过程中就直接分成两边，所以这边其实窝中他已经有点算是间接性的被卖掉，因为所有的招都拿来留他。那 Stark 这边也是情义相挺过来救，然后这边再 Spring OB， 就每个人都过来救一下，但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哇哇哇！伊泽瑞尔，刚算了一下，他的 Q 好像只 miss 了，加刚那个是两个 Q。哦，第三个只 miss 了三个而已啊，还是挺准的哦，五千八，喂，我的妈，我的天哪，对面在 TP 的时候有那么好的，哦呦，榴弹啊，我的天哪，两个 carry 位没睡着的都爆炸、啊，快走快走快走，金轮威哦，小狗的准度啊，哇，倒了一个 AD， 比赛要结束了，这是没得打的，塔里克的大绝这放的效果无法阻止，就在继续输出，小虎这场打的也是漂亮，无法阻止，哇，这场要结束了，直接结束比赛，没有给 EVOS 机会的，应该照理来说啦，应该还可以再打一波，但就是一个楼一的 Q 加上一泽大绝，这场就结束了，直接结束，我们恭喜 RNG。不到三十分钟，拿走了 EVOS 的胜利，拿走 EVOS 的这场胜利，并没有变成水鬼拖走。哦，对，还好还好，因为其实以今天的赛程来说，对 RNG 绝对是比起闪电狼啊，或者是 King 这种还要友善的，因为他对上的对手是比较后段班的，是比较不好。对，那其实这一场也是稳稳的拿下来的话，他们其实真的很有可能直接拼到一个七胜三败，然后就可以拼一个加赛机会了。对，现在这一场的一个获胜。RNG 我相信对于他们的粉丝还有他们的队伍都是信心大增的，虽然是打一个 EVOS， 但名次的关键，而且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越南赛区什么时候会突然发力，就这个队伍是突然会爆发的。而且其实这一场 RNG 赢得时间非常的快，重点是在于他并没有拿出什么大招，就是以这个循环赛最后一天来说，他们还是用他们平常打的套路就很稳的拿下来。伊泽瑞尔柔一，这是本来就有看过的。对，所以他的大，如果他RNG 真的有长大招的话，他反而可以拿到加赛的时候，那个效果就真的是非常可怕。我觉得他长大招除了英雄，还长人。对，还长人，真的是不得了。因为我们知道，就论目前第六人的效果来看的话，可能就是 RNG 跟 King 众两个的这个效果，打jungle位的是来的比较强。